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妙妙，欢迎收看妙妙生活日常不日常。大家好，我今日来到爸爸的菜瓜园，来看爸爸伫咧创啥物哦。这都，这都有够大，这番茄都做烂，这都无转油啊，先去做烂。这是什么番茄？圣女。圣女，你摕起来给我对加一下。芋泥啦，这芋泥这不算。芋泥啊。这个是芋泥。这不是你去买的仔呀吗？啊，你总共买几丛？买64丛。嘿。啊，你才画几丛？可能有差不多20-30丛。30丛，一半尔。无全药啊，拢死去啊！啊，不要紧啊，咱食较健康嘞啊！伊讲一直落去啊，无全药足够落个。嗯，足够有呢。起着就老去啊！真的。我够红就伊在落去啊，等下起着就老去，所以拢要慢慢起。然后伊红就慢慢，啊，若无足红啊，就目青好去。啊，这刚来说。那是要吃的话，七七的吧，可以吃吗？可以啦，这是比较好。对啊，这是比较卫生啊。对，这嘛比较没好，好刷粉。这个东西，这东西叫什么来着？我看有啊，是安尼嘛。我吃无哪吃啊。这个头壳，本来要甲用掉。啊，你过来就要用掉吗？系啊。啥呐？过来爱种物件。你过来要种啥？种丝瓜。种丝瓜。系啊，太多了。好。你生甲遮歹着，生无啊？有诶长，迄长拢头顶拢。少，这是要家己吃的。够辛苦，可能收车无够，买遐仔来一斤的。哈哈，这一丛要几十块的，够生安尼。大家喜欢这一支影片吗？如果喜欢的话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。加分享哦，然后也可以开启小铃铛。好，那就先这样了，如果还有喜欢什么影片的话，也可以在底下告诉我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